板有几多，静静坐着书卷翻过，落定的尘埃有几颗，谁料一阵风吹过，吹乱红的绿的，许多年后才发现竟是一种颜色，好多人一笑而过，悠悠然无人来和，莫非也是一种宿命的选择。我是自己在不听别人说，明明却如此难把握，我是别人的自己从不说，在沉默中守住了沉默。是一种宿命的选择。